用心嘛，就是清净嘛。爱了解时间意识，菩萨修行啊，一定是爱在时间中无漏失啊，这叫做精进。目作五千退色尘，听法爱真用心嘛。过去佛陀所说法，咱过去是不是有因缘在灵山会啊？无，咱呢是不是在灵山会中五千退色的人呢？那是过去啦，两千多年前，总也依佛呢有缘。咱现在也同款啦，现在人间菩萨，人人清净啦，无同的国家。就是呢，同款的心智，有真多困难，为着同一个目标，因共同配合，亲像这回，这辽国义尽啊。总共有九个国家汇合到辽国去，真辛苦啊！交通不是真方便，这那不是一心一志，哪有法度完成这多个国家？医生、护士、药师、智工、菩萨，精进无退转，因回来静下啦。有五个国家，因回来，大家人来共同会报分享，因。各人各人的见闻，师父现在一直在讲，莫忘那一年，咱要用真多时间去回忆过去，咱要建立了为时代做见证，为人类写历史，开发了咱脑细胞回忆，多一年有什么款的大代志？做这人安怎样去合伙合协？安怎去付出？有偌济人甲咱同齐行，这有几啊项好处。一来呢，唔通予咱的脑记忆安尼一直衰退掉、失忆去，咱来多用脑。把脑神经啦、脑细胞好好再启动一下，再来呢，为家己啦的人生回忆过去，
咱有做过虾米款的代志，生命伫虾米时代经过安尼的历史的阶段，咱来见证，原来呢，人人都是菩萨，菩萨都伫咱的脚底，这就是菩萨在人间。看看，回来报告的，在辽国以前的过程，咱现在听，这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时，这群人因的发心，这堪得赞叹呐！辽国医疗真严重缺乏，而且硬体破损呐，软体甲医药警察更缺。更需要，这是因这回去到这个国家，照这个病院啊，来急诊，在那个所在，当体会到，这现在的辽国医疗。这真呢，真快发达，建设还阁真落后。咱伫台湾的人、香港的人、新加坡，或者是伫泰国，因遮的医生去到遐，哦。就有感觉啦。平时伫家己个国家，虾米款个医疗个环境啊，好爱个救国较好啊。台湾人真有福，新加坡也真有福。香港也真不差，泰国也袂歹，等等啦，去到遐，大家人呢都共同一个心，哈、啊，不忍心啊！在迄个所在，义诊医疗，事事不方便。这实在是真困难、真辛苦过，分享的真多、真多呢。在辛苦中啊，完成了这场3000多人来求诊、求医，搁听到。这位威远菩萨，他平时呢，就是真洁癖啦。平时，伊无啥干，甲贫困，或者是伊穿衫较无整齐，或者是哦，等等，伊平时都唔敢。安尼个人接触，即回啦，去了国，他呢，看到大家人遮尼辛苦啊，遮尼欠卡手啊，伊去啦，伊做翻译，
甚至呢，看人脚手才无够，伊自然呐，伸出伊的双手，靠近了患者的身边，啊，偏着啦，将患者的身体发出来的气味，尤其是会当感觉垃圾，唔知几工偌久啦，唔捌洗过身躯，迄种呢，人体发出的臭，身体呢无换洗的垃圾，伊讲哦，开始实在是。心真挣扎，一直到伊双手触摸的时，就悲心起啦，可怜哦，这些老人，这些贫困苦难人啊。伊平时常常都去给人按摩的人，即马呢，换伊去按摩别人啦，用伊的双手接触到迄个身体，唔知偌久无洗，发出了迄个真无好的味，亲像安尼。伊已经呢打破了伊内心呢人我的执着，已经呢打破了分别心，变成真自然啦。同时呢，也起着怜悯心啊，这个在修行。有了阿弥的因缘，自然啦，伊入人群去啦。苦难的众生呢，都是来启发菩萨的心，所以入人群，有时阵啊，是比众生多。苦难的众生来启发菩萨的心，一旦菩萨心啊，更悲切不忍众生苦。我想，那位菩萨啊，真正也是功德无量，一位被启发。一位呢，受苦难，这是真无简单呐、啊。佛陀当初在灵山说法的时，只是现行变相啊，一段时间，弟弟也未出定。等他出定了后呢，就开始讲法。五千弟子退席了，大家人应该记忆真深。这众生啊，对阿弥陀佛的环境，对。阿弥现象，这现象啊，这就随相呢，佛陀变相放光了后呢，迄、那个法啊，一个弟弟也未讲，阿弥都无耐心啦、啊，他就。退息去，
虽然有参加灵山会，确实呢，因为心难耐，不耐心呐、啊。看看的安尼的境界，就有这种呢傲慢对佛法的单态度，无耐心。何况咱现在呢，人要修行菩萨，咱是当尊。要面对着真侪种的境界，磨练你的爱心、你的耐心，让你将心开发，将你身体力行，由不得你不伸出两只手，由不得你无克服这的环境，做了后，确实呢，他家己感觉到，哎呦，我对家己呢，嘛真赞叹哦。是啊，连我听到都赞叹，伊家己讲，我哪会做会到，我对家己都真赞叹哦。是啊。会当克服过难关，心理的难关，身心的难关克服会过，这咱往爱对自己讲赞叹，这就是咱修行啦。这是第了国哦，会当好遮侪人。有无同的感受，有共同启发爱心，已经有人就安尼讲，遐遐尼侪物件看下，都缺乏啦，咱是毋是来帮忙因？补充这个物件，那个物件，是啊，这咱看了后，嘛是会不忍心，会当帮助人，一人有机会，咱爱帮助，所以只要菩萨走出去啦。见闻众生的苦难，众生呢都有得救的机会。这就是人间菩萨入人群中，为黑暗中啊点一盏灯，不管是伫辽国，或者是呢。咱去柬埔寨，我有向一位咱台湾的企业家蔡基士，我有该提起一项，希望伊会当帮忙，那就是伊听师父讲，真侪国家。都在黑暗中啊，无电啊，无电灯，暗时暗蒙蒙，囡仔呢，无法度读书。本来囡仔都无机会读书啦，就是有机会读书呢，暗时呀，也无电灯，好看书。下功课，所以希望伊会当完成这个太阳能的灯。这回蔡技师啦，伊发心，伊讲，我要甲因同齐去，
看看安怎来解决因，会当有定慧，互囡仔会当读书。即回去的地点，就是伫一个真贫穷的地区里，遮的人呢，生活就是靠垃圾山一堆的垃圾啦。平时大家人垃圾拢吃来吃倒，底下生活的人靠着车来啦，倒落去啦，就会有真侪人，大人、囡仔、男女老幼啊，就亲像看到报了到位咯。车倒，人倒，天瓦来，开始伫遐找啊，顶粪扫。第一呢，是要经伫这粪扫中下家里的物件，有的现并着当场现吃，再来就是。垃圾堆可以捡一些回收的东西，靠这样生活去看家家户户啦，可以安的太阳能。所以呢，有一群陪着蔡技术一家一家啦，安尼呢？为合作点灯，就用太阳能，能破千年暗。这现在的科技发达，就要用太阳能呢，只要有日头啦，照着太阳的日头。来充电，一趴电费，两趴电费，一片的太阳能，安尼呢，就会当家家有电灯啦，有囡仔要读书啦，就唔免烦恼暗时无法度做功课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人间菩萨。搁再有医生为这个地方要解决因暗时的黑暗，安尼的菩萨也当坐起。这拢是人间菩萨立人群中为黑暗中啦。点一盏灯啊！伫柬埔寨垃圾山堆周围的人家，这学子啦，会当借用着太阳能，安尼暗时的室内啦，会当有电灯啦。所以呢，会当长长久久都有电灯好用，这都是爱，因为太阳天天都有，有太阳，因都有电灯嘛。所以咱爱真感恩，现在人间菩萨。需要医疗贫穷苦难的众生，就有义诊的医生、护士、药师，阁有一大群的菩萨，有牵水牵电的菩萨，拢是安尼对咧行，去完成迄个环境，来
好好治疗病人。搁再呢，有安尼的企业家愿意安尼去补给现在所需要的物质，这实在真让人赞叹呐！人间菩萨啦，这进入经文的纲大纲，那就是讲啊，静心修习菩萨六行。都在讲这群的菩萨，敢不是呢？这都是已经不是咧讲过去的过去的菩萨，就是现在的菩萨呢。虽然粪扫山成垃圾，只要咱一片清净的心，这就是予咱修行的机会。菩萨行六道啦，这六道布施出了医疗医药，布施出了伊的专业，伊的物质，这种布施啦，爱堪忍的环境的甘露。堪忍的人，人心的体察，这都是菩萨六行中啊，有布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会当堪得忍，会当呢，这念心真定，这已经呢。在菩萨道中啦，希望禅定智慧呢，也会当在阿弥的修行中得，这就是菩萨六行。希望人人爱有精进，无停，也无退转。不是灵山会五千退休的人，所以无有疲倦，世代精进。在这样的环境也无退转，这种就是佛陀啦。所以要教菩萨法，也希望咱会当。精进、堪忍、不惜付出，定下心来，定心立行，这呢，就是修行的大方向，而且要随顺众生，心性祷告，有众生。在那个所在啊，哭啊，啼啼哭哭，到底是在哭什么呢？这孩子呢，的心里连父母都无法度，只敢呢用耐心啦，安尼去甲伊抚慰啊，也都爱用出耐心，要安怎？抚慰这个囡仔，唔通继续呢？这么久的时间直直哭，这嘛都爱真耐心啊！爱为这个囡仔，也都爱说种种法，
种种的方法啦，来调教伊，所以令得受益啦，是为方便，善巧大法，唔通想讲做这个代志，敢有虾米忌惮呢？有啊，这些方便法，这些善巧的大法，所以呢，咱若会当伫人群中看到人有烦恼、有困难，解袂开啦，咱就为说种种法，令得受益，这也叫做方便法，也叫做呢善巧大法。所做一切，伫世间所需要，这叫做世间法哦。但是呢，伊的真理归于出世间的真体理啦。好，上不轻菩萨品啊，第二十品啊，以慢慢来的一地呢，把咱引导入人间，以众生呢，安怎样来相处，行菩萨道啦。咱证明第二十品的以前，咱已经看到佛陀用种种方法为弟子说法，而且呢，要让弟子知影讲，你安尼修行，现在有安尼修行的因，将来呢会得安尼幸福的果报。佛陀甲大家人修果上之计，你安尼过去现在修行啦，你的结果呢，就是修将来会在什么款的国家，偌尼正庄严，在迄个所在成就为佛，为迄个国家说法，等等啦，受记品呢，咱拢看到。现在呢，上不轻菩萨这品，那就是对四种的受因中之机。这起码现在才开始啦。比如讲，上不轻菩萨，看到人都讲赞叹，呀那人。看到安尼，空空点点，干那安尼，一直甲人赞叹，有个人甲伊轻视，骂伊，等等啦，什么款的环境都出现伫伊的面前，他不在意，还要呢，搁甲因祝福。未来恁也会当成佛，这就是做因中之机。今仔日我甲你祝福，你无接受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甲你结好缘，有朝一日你也是会当修法，将来你也会当修行，同款会当受记。这就是因中，伊也未修行，咱都
要为伊祝福，这是上不轻菩萨啊！这品呢，就是伫咧甲咱表明行菩萨道，该当成佛。今晚呐，你要度的人，即马甲你无缘，只爱你发一个心，度结众生缘，唔通厌弃伊。将来我也要度伊，这呢，就是将来该当成佛啊。所以有上不轻菩萨品。正面的法师功德品啊，随喜功德品啊，那就是在咧修行，咱安尼个赞叹一下，安尼嘛有功德啊，或者是呢，幻听，更人来听法，或者是人要听法，那。让位予伊坐，这拢总是讲得过去，拢讲过去啦。或者是呢，你放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甲第五十个，这就是爱咱立群啦，度无量众，这延续佛的慧命。这拢总是功德，所以随喜功德，顶顶啦，前面讲过去，这拢是讲受一句一句改动生活，尽量布善精进，互人听一句的佛法。或者是一句，或者是一句，伊都有心得。安尼呢，这都是伫人的心田呐，伫咧布善种子。所以上不轻菩萨，伊平时无伫咧上经呐，咱前面呢第十九品是。修行的必修，拢爱诵经、抄经、写经，等等等等，无不都是功德。但是呢，上不轻菩萨，他未写经，嘛无读经啦，但是他就是干那会晓。礼拜，啊！伊礼拜呢，毋是伫佛像前礼拜，看到人就礼拜，都甲人赞叹，人尽动成佛，拢会当达个人，拢会当作佛啊！这就是伊修行的方法，所以处即灵修持。本经之一句一念不实，会当安尼？这个经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要训练咱安尼不着相，有耐心，有恭敬心，重视法，不是行，不是干那对经，有形的经。
有形的经，伊所对的，人人皆成佛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呢不着相啦，一虔诚，这就是真心啦，迄、那个心灵信仰佛陀，相信佛法，这一念不失，这就是以真修持啦。经不轻视，这就是以真修持啦。所以呢，一是灵性灵忍啦，会当身体力行，会当修这个忍辱行。我甲大家人拢礼拜，大家人呢唔插我，大家人甲我骂，我嘛是真欢喜呀，这打从内心啦。迄种呢，欢喜，无执着，无挂碍，这种的精进菩萨行啦，即自信作佛，伊家己就相信讲，安尼我就是会当成佛啦。我祝福大家人成佛，安尼我家己就会当成佛，因为。既然相信人人会成佛，当然也相信自己会成佛啦。因为佛陀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凭这句话啦，他信人成佛，信己成佛，这就是六根究竟清净的功德，咱看人亲像看到佛同款。咱听声，好的声、歹的声，甲咱赞叹、甲咱骂的声，咱呢，拢甲伊当作呢为咱说法的声。这种眼力必摄心所。当到的环境，拢改转心改啦，改转成了呢，在佛法中的教化利用，这呢就是六根究竟清净的功德。咱第十九品讲真多，讲遐尼多呢，都不如啦。第现在上不轻菩萨，伊到底呢要安怎修行，会当修噶？安尼六根清净啊！那上不轻菩萨，乃是行者典范，各有出品。现在。所讲的，那就是呢，有咱要修行者啦，的典范啦。各位菩萨，好好用心，咱呢，常不轻菩萨，乃是行者典范，爱会记哩。咱个落去这品啊，现在特别讲这品，咱都爱。准备虔诚的心，好好听啦。所以讲，常就是行心常持，修持不动，不轻是尊礼敬
强啊，即恒顺众生，爱护恭敬，未来戒律生活之义理。所以呢，尊礼敬重，这咱拢爱尊卑的心，咱一当存应该对上不轻菩萨有大概的介绍啦。其实呢，正面啦，也未入经文。现在呢，无不都是菩萨现前，咱都爱真用心嘛、啊，人人咱拢爱尊重。引发菩萨心啦、啊，现在人间的苦难，就是有现在即群的菩萨入人群中去救苦救难，这咱就会当知影过去的菩萨佛陀安尼甲咱教，现在的菩萨道就是安尼行，这就是咱的典范。咱安尼做，甲佛陀教育的菩萨，就是会好啦。所以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